探索未知，领略奇闻，欢迎收看本期的小鱼爱探索。汽车是人们最常见的代步工具，现在市面上的汽车造型千篇一律。本期节目我们来看一下造型科幻的未来汽车 POB 飞行汽车，这是在第87届日内瓦车展上亮相的概念汽车，由空中客车公司设计，本质上是一辆小汽车，但是它的车轮可以拆卸下来，摇身一变就成了飞行汽车。 POB 飞行汽车的设计目的是为了解决交通拥堵，它可以实现零排放，采用电力驱动。雷诺概念汽车，雷诺概念汽车是一种具有先进设计美学的概念汽车，汽车的主体颜色是亮眼的银色。雷诺概念汽车抛弃了车门设计，乘客需要按下按钮，汽车机舱顶部就会自动弹起。除此之外，雷诺概念汽车还具有非常强大的自动驾驶功能。奔驰阿凡达概念汽车，这是奔驰联合阿凡达主创团队开发的概念汽车，不管外形还是内饰，该车的设计都十分科幻。阿凡达概念汽车完全抛弃了方向盘设计，驾驶方法也十分特别，乘客只需通过手势就可以驾驶。汽车采用生物识别来确认身份，汽车行驶起来的时候，炫彩的车灯会不断闪烁。汽车的后玻璃还安装了33个十分有辨识度的鳞片，它们可以不断的开合，以此来象征电影中的怪兽在张嘴呼吸。好了，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下期我们会带来更加有意思的视频。